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月夜，我们今天带来新的游戏《Alice Mare》。它主要是，中文我是不知道。蚂蚁告诉了我，青蛙很坏。青蛙告诉我，喵咪很坏。猫咪告诉了我，不，其中最坏的是兔子。所以。嗯哼，所以人，这个，对啊，必须做出来好像 lit 的感觉哦。各位如果有看过我的影片 lit 的话，或者是有玩过的人，就感觉很像哎。如果还是不明白，你的房间有备忘纸，可以再确认。这里没有人会对你说三道四。虽然有一些规定，应该能放心生活。还有，来，这给你，纳尼？手杖，记事本的意思吗？你的专用手杖。随你喜欢，无论讨厌的事、快乐的事，都可以写上去。要是有什么感想，写在这手账上，然后交给我吧。哈哈，因为也有些小孩子只是画画。这样我不介意了，离晚餐还有点时间，你可以去其他孩子打招呼哦，去跟其他孩子打招呼了。从这里出去以后直走左转，有你们的房间，这里出去以后左转，好，大家都是好孩子，虽然可能。不会马上变成好朋友，不过应该会很好相处吧？年年啊，我还没说我的事呢。我叫老师，叫我老师就可以。Sensei，你是女的吧？Ellen，爱莲吗？哦，原来我们是，我刚才以为这一位才是我们呢。好，没关系，来调查一下。书籍，喂，没有，可以睡觉，不行，这做的跟 lit 一模一样啊。好啦，就是要我去打招呼吗？存档，对啊，lit 的感觉。好怀念的时候，到时候干嘛的？没有办法啊。出门直走后左转，这里没人啊，Gopan。他说直走左转呐、啊，哦，搞我喷呢，这地图有点大哦，有人，你哪位？哇，第一次看到你呢，我也是。啊，老师，你是老师说的小孩，我叫 Letty，Rich 的，Rich。瑞克还是瑞奇？瑞克，因为有 K 的音。然后啊，虽然他现在不在，还有一个人叫瑞克的人，是个非常好的孩子哦。你是 Allen 呢？跟我一起玩的话，我很高兴哦。之后请多多指教喽。那有什么问题？那有什么问题？等一下，我没有调查你的房间，等一下。打不开，对啊，想也是规定，除了自由活动时间以外，尽量不要出房门。哦，厕所 OK，不要随意拿走其他房间的任何物品，不要把东西弄坏，坏掉的时候要跟老师说。老师说，好，没有，锁上的房间不要强硬进去，不要打人。如果有。其他感到困扰的事或想要的东西，请告诉老师。最底下的地方画着像鸽子一样的东西。哦，就是你啊，呵呵，呵呵，哇，你的 NPC，只会讲"呵呵"两个字吗？这时钟应该能看吧？好，没有东西，走喽。哇，好多。
好多泰迪熊哦。我叫啊，这个我不会念啦 ，CHELS， 谢丽斯吗？七丽斯，我不知道，这边了啊，请多指教哦。他是比较内向的，然后刚才那一位比较外向是吗？哎，对了，不能强行硬拆。哎，规定啊，好，都讲过了。猫咪哦，他们画的东西都不一样。嗯哼。哦，我刚想说怎么进不去。哦，你还可以再讲第二次话吗？那个，点，那个，哪个？好问题，哪个？呀，我的名字叫崩，不对，是啊，不想念了。哎，跟这什么 ，Hidden， 哎 ，Allen，Hidden 啊，随便的，算了，无所谓，请多指教喽。哦，这个是一个比较随意的人，轻松写意啊。他最后一个是什么？看一下，狮子，他画狮子，还有挂世界地图。好啊，走吧，不去了。哎，点，哎，不可思议呢！你会说话，我不会说话吗？是不是因为你感觉不到你正在活着呢？好啦 ,SST 小姐规定。好，我看一下他最后会的图是什么。斑马策马奔腾吗？好，不要闹。走喽。这个人还没回来吗？对不对？哦，就我的房间当然还没有回去啊。这样他们两个住一间哦。我在干嘛？还有哦，他名字叫 J， 不会 ，J 不会，我真的不会没。啊，不管想要怎样，没有必要进去。就是这边是女生厕所。然后呢，我现在要干嘛？这里还有人呢。老师，你就是老师哦。那。去二楼看看啊，开玩笑，到处逛逛啊。Library， 这应该不是什么恐怖游戏吧？绘本，生病的书，生病的书，《李时珍本草纲》是吗？还是西医的话，我不知道有什么可以特别去说的。图鉴，杂乱无章啊。那这里是储藏柜，是什么？没有办法调查吗？哎呀，太可惜了。这感觉好像可以移开欸。蝴蝶标本，走喽。光调查就饱了，今天 run 101 run 好，没有，走喽。这底下是哪里呀？出不去。好吧，打电话喽。这是什么转盘式电话吗？这里是 dining room， dining room， room 又放一张世界地图，火炉哎，那个烤火秀是吗？哼，走喽。守住哈，这是 teacher， 等一下是吗？看一下，我讲完了。等一下，都打完招呼了吗？是吗？好像能好好对话，那我就房间啦。正好是晚上时间，来餐厅吧。
随随便便就指使我要去餐厅。我吃饱了，那大家都说我吃饱了。之后回到自己的房间，准备上床睡觉。可以去别人房间聊天，但不能去二楼。解散，开散。虽然来到这里不久，不过你已经习惯了呢。你的记忆怎么样？不怎么样啊？什么？不，还是不要勉强回忆起来比较好，慢慢来就行了。你一定能全部想起来。通常讲这种话的人，你就是始作俑者。说你对我干了什么？印象什么都没有。对了，想要什么东西，我会在我范围所及内会买给你。伤脑筋，那个不能给你。那不是可以买的东西。抱歉，我会努力的。他要什么？那么就给你一本新的书。他要什么 ？Alan 真的很喜欢书呢。困难的词汇好像也能理解，好厉害啊！老师的头脑不好啦，不太能明白这些东西。不，没有什么哦。如果说有一个跟我们世界不同的世界，哎，你相信吗？没事啊，这只是童话啦。不过被邀请进世界的门就不要打开了，怎么第七号门是吗？啊，好啦，你也该回房间咯，我也必须锁门了，赶紧去睡吧。存档啊，好了，存完了。我到底在干嘛？锁住了。好，走喽。Teacher， 我Teacher 不见了。哦，我们去二楼，走。他说不要去二楼，但是我还是想去二楼，因为感觉好像有什么古怪的事情会发生。说出了，好了。我觉得 Teacher 怪怪的，一开始就怎么讲？感觉好像，好了，没关系啊，先玩再说啦。我的房间，他需要我对话是吗？我进去，没有必要进去。我们都不用上厕所。初次见面，还记得吗？啊，不是初次见面哦。我虽然看起来很像，但是我不是 Litty， 我叫 Rage。哦，双胞胎吗？你是 Alan 呗 ？Alan， 随便啦，不重要。我从那边听到，那边听说了你的事。Litty 正在睡觉的时候，我在这里看家。虽然有些不对，那也没关系，请都指教咯。哦吼，别就是你哦。就想什么？不知道。二楼传来奇怪的声音，他常说话，不要相信他比较好哦。快去睡吧，老师看起来很可怕呢。好可怕、哦。你还在对话吗？功课做完了吗？是吗？要早点完成哦。我不想做功课。最后的 NPC 讲了这句我不是很喜欢的话，功课。做什么功课啊？那你啊，哼，你知道吗？二楼传来救救我奇怪的声音哟。不要，很恶心的，我才不想去确认。那么你要是那么在意 Alan 去看看呢？啊，别告诉我，否则他会对我生气。没有东西。这么快就晚上哦。之前我说你是最感觉不到活着的呢，老师他也同样感觉不到活着，是不是因为他没有清洁感，头发乱糟糟的，比我的头发还要长？之前我那样对老师说，老师一副吃了葡萄柚的样子的表情。奇怪声音，我们进去。他是比较喜欢学问性的思考。
存档啊，开玩笑。我们要去二楼探查欸。哪油的你。等一下会不会要追主张啊，不管了，反正我会存档。哦，这看起来就好像染了血的门哦。欸。那这里。救救我。哪里这个我救了我梦。哦。是谁跑不了。是艾伦吗？因为发生很大事情睡过啊，看看你在这里做什么。老师不是说不可以上楼吗？然后准备去上床睡觉吗？因为蝴蝶向你求救了吗？原来如此。那蝴蝶虽然好像活着，不过他已经死了，没有灵魂，而且是不会说话的吧？弄得乱七八糟的，有没有受伤啊？好像没有受伤，太好了。碎片也散落一地，很危险。老师会收集干净的，你回房睡吧。我没事，稍微头有点痛而已，不需要道歉。下次别再犯就行。我没事。你看，晚安。我老师真的有问题，真的，还把门锁起来了，好恐怖哦！老师好恐怖哦！这年头老师都要装的这么恐怖吗？啊，不管了，走了。今天见。哪尼？小朋友吗？我也跟着进去。你跟我想。发生什么事？我刚才不出声，大家还以为只有 BG 院，以为是黑屏呢，有没有？最好啦，一大串声音以后，我连手闸都没有了。阿伦，哦，他有说啊，雅莲，你看，不是重点，重点是我现在是直走就对了吗？哪里？哇 ！JESUS，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奇怪的人类，不是吗？干嘛 ？Yes， 如果爱丽丝你说是梦的话，这就是梦，因为这里只要是爱丽说的或想的，全部都会是那样。你不叫爱丽丝？哦，你不叫那个名字，不，爱丽丝就是爱丽丝啊，因为我说这样就是这样。也许跟刚才跟我刚刚说的话不一样，也许是那样吧。这个地方包含我在内有奇怪的家伙呢，嘿嘿，别说那种话哟。不管是美味的食物，还是做梦，中途被打断，不都很扫兴吗？仔细品尝智慧吧。我比外表看起来还要忙，那么拜拜喽。我以为要追逐战呢。那我现在要干嘛？你就要丢下我？这边能干嘛？继续往前走吗？真的嘞。又来一个客人吗？你是第六人呢？人事不对。不，没事，晚上好，爱丽丝，欢迎光临。我是白兔，是这个世界的向导了。因为这边相当宽敞，如果你有需要，请呼唤我。虽然如此，基本上我不能离开这边，我不能离开这里，因为很麻烦。而且通往大世界大门的钥匙搞丢了，让我现在十分困扰。五只里面有四只不见，你也太厉害了。妈，我是人，虽然我想象得到是谁拿走他们。之前也说我不能离开这里，你要想要请我回收吗？好啊，感谢你。
幸好我有一只世界的钥匙，已经钥匙船，你已经可以进去了。因为它，因为是它一定在世界某个角落，某世界某个地方到处散播分享，散播快乐，分享爱吗？好了，散播钥匙，请回收每一只钥匙，就请交给我。若有什么其他事情想问，请不要客气的说吧，仅此一次。因为我不喜欢重复好几遍。你现在一副麻烦的家伙的表情，对吧？妈，算了，那就拜托你了。不会，我觉得你还蛮好玩的。什么是这个世界？这个世界是将爱丽丝的内心具现化的空间。因为表面上的心马上就会消失了。也许他们上了手，也或许没有，没锁上。不过大致上都锁上了。毕竟人们不会让别人随意践踏自己的心的吧。嘛，因为我持有钥匙，跟我要的话，你无论如何都可以进出哟。只要爱丽丝好好地回收给我。顺带一提，门的内侧跟钥匙的有没有关系？有无没？门的内侧跟钥匙有无没关系，都能打开。不过，从外侧是开不了门的。通往世界的门，从我身后的入口就可以进去咯。那么就拜托你了。什么是白兔？你说我吗？我除了是向导外，还有我很喜欢小孩子呢。那么就拜托你了。你这样有回答跟没回答一样。俊猫，他是另外一位向导。来这之前你也看过，你也见过他了吧？只要一见到他，我就想吐，令人恶心的猫咪，我这耳朵肤色都被他弄的。因为兴趣也不合，他的是我完全讨厌，全都讨厌。下次遇到的话，拉着他到处绕，把内心不满全部吐出来也罢，也好吧。那么就拜托你咯。啊，就这样子随便带给我，受不了。哦，我的墓碑哦。好啦，今天的时光差不多到这边结束了，那我们下集再会咯，拜拜，跟 Alan 说再见。